歇菜了。 三把蜡烛点什么？这黑咕隆咚的，我怕出什么邪性事。对，这可是老祖宗定下的规矩。 哪来的妖符？不太对劲儿啊！不好，那边的石像要诈尸。 小心！ 起床了，你都睡了好几天了。 我在广场等你，等你能动了，可以去那里找我们。于是多动动脑子。
我可以为你带路。选择一个区域地，点击关卡图标，开始冒险吧。你走前面吧，我来做你的小军师。快看，这扇石门是被八宝玲珑锁给锁住的，我来教你打开吧。按住两次按钮，锁芯剧烈颤动时迅速点击，就可以开启一道锁舌啦。哇，好厉害！鬼将擤鼻涕的吧，回去找冤叔问了吧，搞不好是他暴徒呢。
Thank you.